我看了很长时间的地图，几乎整个东北的农田都是横七竖八的。不信我们拉近看一看，就是典型的东北农田的形状。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样的农田呢？群魔乱舞吗？整个吉林的辽河平原最为抽象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吉林省，吉林省的农田是长什么样子呢？大家自己观摩一下吧，很没有规律，就像是艺术家做的画一样，很抽象。再来看一看华北平原的农田长什么样子呢？以此来证明东北的农田和华北的平原的农田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。这里就是方方正正的，很有规律，很有规则。而在长江中下游平原，当然也是没有规律与规则的。长江中下游大多是水田，而且依山傍水，但是东北平原是很平坦的呀。为什么它不能像华北平原一样将田地弄得很平整呢？听我细细道来。华北平原大部分都是平等的，而且很多地块的千米距超不过10厘米，而东北平原是大平原，小有起伏。华北平原是比东北平原的起伏要小，而且都是平原。华北平原的海拔50米上下，而北平原的平均海拔在100多米，起伏是比华北平原更大，所以农田是依据地面起伏供给灌溉而建的。这是我想的一种可能。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华北平原呢是长期耕种，相互协调妥协，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美。而东北则是多数闯关东下来的私人农场，是零零星星的开垦的，所以根本就不考虑什么规划。因为开垦之前这里地广人稀，没有规划，直接就是有平地就种地了，所以连在一起就是歪歪扭扭的。第三点就是东北依地形高低而建，同一个高度形成一块田，同一个高度形成一块田。那视频看到这里呢，你细心的小伙伴可以看到，东北平原的农村的村落基本上都是一字排开的，而华北平原的村落基本上都是围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方形或者是不规则的圆形。那为什么东北农村的村落要一字排开呢？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东北的日照时间比较短，气温比较偏低，农村的房屋也都尽量朝东南方向取暖，而取暖对于东北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如果有观众是东北的话，你们评论一下我说的是不是非常的正确。所以整个农村都需要一字铺开，接受更多的日照时间。而这种状况并不是只是在咱们国家出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和墨西哥的农田，将墨西哥的农田拉近看一下，它也不是非常的规整，歪歪扭扭的，这是平行四边形还是梯形啊？而美国的农田就是非常的方方正正了，因为它这里比较发达嘛，机械化比较严重，美国的农田就横平竖直，方方正正的，墨西哥就是横七竖八，那这也就很好的理解。墨西哥的主要地形呢是山地，所以干旱地区占比也是非常的高，根据河流和地形来开垦土地，就导致土地非常的杂乱。而美国就不一样了，美国属于中央大平原，它的农田机械化程度非常的高，这样横平竖直的农田可以使他们机械化工作的效率达到最高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说到这里了。你发现咱们国家南北的差异还是非常的大的呀，有东北的小伙伴可以给我们普及更多关于东北的小知识哦。